刚才啊牵挂的例子，是概念上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找出一个人名或地名或动物名或神鬼名，然后他就可以一次性的找。找出来以后怎么办？啊，来，大家来做做练习啊。好，如果我用第三个括号，那第三个括号代表的是什么？错。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要注意的地方。如果说后斜线三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好，这个就我上次有说过啊，那个家辉。啊，我上次说过了，括号我们怎么算？只算左边的。所以一是什么？一是就是最大的那个括号。所以一就代表最大的括号，那第二个左边的括号是什么？人名。第三个呢？地名。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三啊，这个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括号里面还可以括号，然后人名的括号里面还可以有括号，所以它就可以变得很复杂。可是它的命名的顺序呢，是从怎么样用左括号这边算啊？用左，应该是用左括号这边算，应该是，我记得是。回去要再确定，因为没有做过那么复杂的正则表示式，做了那么复杂的大概那个啊，那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一个规则啊，那你弄错，你看你就会取代错东西、啊，可是你弄对的话，哇，它的就很厉害啊，就在人名前面呢，找到人名的时候，在前面帮我加上两个加加、啊，找到地名的时候，在前面帮我加上减减。你就可以一次性的找东西，可是怎么样、啊、同时将它做不一样的处理、啊、类似这样的概念、啊、这个、啊、功能非常强大、哦、不过你们让我太伤心了。好，佳慧，算左括号，算左括号，嗯、左括号就左边的那个圆括号啊。左边的，好，左边的一。好看呢、哦。这个不是一吗？左括号一，左括号二，然后你看左括号三，地名。嗯、OK。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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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要确认一下，不过我记得是这样，啊，应该不是阶层的关系。好，好吧，我们都还要再勤加练习啊。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带到怎么样可以统计字评啊，还有简单的词评啊，词评那个是哎，词评也可以。如果你已经啊这个啊把资料整理好了，好。再来的练习啊，寻找叠字词啊，就上次我们已经做过了，复习一下啊，寻找 XX 能能成成，不要给我笑，赶快给我努力的练习啊啊，表现那么差还敢笑，努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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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这个已经应该上啊。都没有给我呼吸一样啊，走走，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就开始怎么样用模式的方式在观察我们的文本啊，就寻找出叠字词啊，我们文本里面所有的叠字词都给我找出来啊。OK 了吗？好，好，来来，赶快竞争一下啊，这平常成绩就是从这边看出来的。好，那个你坐好，马上举手。不过要举手之前，请 check 一下你的结果是正确的。好，钱华，好，冠军。啊，好，一九五很好，请你们照顾旁边的同学。马嘉辉。啊 ，OK， 啊，很好。你不行啊！
好，那个行的同学，赶快看看你们的左右邻居。好，方法就是寻找任何资源，然后让他重复他自己。这样知道了吗？在那个寻找的地方也可以重复他自己。OK， 在寻找的地方也可以让他重复他自己。所以寻找任何资源，然后把这个资源挂号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Reuse， 就再用它。所以把它挂号起来，也要后面马上用一个斜线一去叫它。这样 OK 的吗？好。好，这个刚才铅化的问题啊，所以你就知道啊，答案啊。OK 了吗？啊，就是我们找到叠字词是这样子，是对不对？啊，这就可以找到叠字词。啊，找到叠字词以后，我们怎么样？你看哦，如果我们要把叠字词啊，就挂在一个东西里面呢，啊，你看又一个挂号了。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挂号把它挂号起来，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看到？啊，就会变成造成无尽循环，因为我们现在以刚才刮的东西变成是二了，因为我们最外面的是大括号语啊。OK，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要取代，比如说用一个啊，把它取，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啊，之前我们可以取代说啊，叠字词给它一个名称，把它标记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就是铅化，如果你要做这个，就是简单来讲啊，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范例，可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做自动标记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做出自动标记。那大家可以现在把这个叠字词的部分想象成是铅化刚才讲的那个人名地名什么是名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就可以啊，就是如果这个就要有一点程式啊，就是说要辨别，就是找到的到底是你这个整个正则表示式的哪一部分。好了吗？啊，需要帮忙的，确确实实的知道你可以找到叠字词。OK， 没有找到的同学请举手。一环，你 OK 吗？好，那个嘉辉，麻烦你跟帮忙一下一环。好，那已经找到同学的，现在啊，你看这个就是啊，幻君这个从那个课程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哦，我知道。哦，你知道，好，那个加深印象很好，和那个李建明一样，啊，一定要手写过的东西才是真的，啊。好，现在呢，就找两组叠字词啊，你看这个就我一直要建立你们的观念，用先找一个简单的东西。把简单的东西叠加起来，它就会变得复杂。能成加油啊，不要放弃啊！啊，现在我们要找怎么样能能成成，啊，就是要找两个叠字词连在一起，恩恩爱爱，亲亲我我，啊，天天地地，万万事事，长长久久，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想的，哎，这个可以变换，就知道，哎，我怎么样在诗经里面找一个重复出现的 pattern 模式。好，铅化出来了，啊，好，铅化的答案是14个。
现在是红队获胜啊，红队已经两票啦，白队啊落后啊，啊我们要打团体战，白歌唱大赛。好，你已经会找出一个叠字词，对不对？那基本上，如果你已经会找出叠字词，就所以你现在要给电脑下的指令说，找到一个叠字词以后，再找啊，后面要紧接着一个叠字词，大概就是这样。或是你就说，哎，找到两个叠字词啊，这个连在一起，找到两个连在一起。好，方法呢？啊，第一个部分没有问题吧？找出一个叠字词、啊。那方法就是重复一次，可是因为你前面已经用了括号，所以你第二个括号呢，一的地方就要改成二，都不能再用一，这样 OK 了吗？啊，铅画刚才找出来以后，他马上说啊，这个同行要很清楚，所以你知道吧？练了这个东西以后，你们的学位论文怎么样，就会变得很清楚。你们的学位论文的能力一下子就怎么样？突飞猛进，不然的话，这个就是我看中文系同学的论文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要找三个叠字词，就是在写叠叠三了。啊，很好，啊，应该是你吧，答案。啊，七七长短七七啊。啊，七七对，在庄子里面。哦，对了，这样就对了。OK 了吗？啊，所以你看，第一个巩固最简单的东西啊，然后把最简单的东西重复复制，它就会变得很复杂。好啊，那个确认你旁边的同学都 OK 了哦，如果找到的话，啊，接下来练习啊，寻找重复的二字词，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能成能成，啊，就 xyxy， 能成能成。能成能成，好，啊，这个刚第一个练习，我们找等于是叠字词，这个和找任何叠字词有关系，只是在叠字的那个字的部分，我们变成是两个字而不是一个字，啊，给你们提示啦。就是 XYXY、啊、就是美一美一、啊、能成能成，会一会一，家辉家辉，一环一环，千花千花，汉卷汉卷，好，千花 OK 了。还有呢，巡视一下其他的你们的组员、啊、我们现在打团战。Gracias.
对对对，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任何一个字眼。那这个任何字眼，我们后面用这个斜线，就是去找几个角字，要把这个好。我们先把它剪下来，这样你 OK 吗？三个字有什么？重复这个就代表就是说斜线一就代表第一个括号，所以我们现在就找到第一个括号，对不对？再把第一个括号重复一次。那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括号里面是怎么样？是一个字，所以他找到这个字以后，这个 key 就是找到这个字以后，他后面会再重复。就是斜线一啊，就是斜线一代表第一个括号。这就是 A 了，然后你要找到它后面的 A， 就是现在就是也要找两个字，然后 A 那两个字，这是从位置的这个。你说是连续吗？不是，不是，因为他找到任何字眼，对不对？找到任何字眼，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起来，它就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斜线。他们是一个吗？所以我们找到任何字眼以后，它就是还要满足下面的一个条件，找到下面一个条件就是满足它。谢谢，你用右手看看。点点点点。我们是叠字词啊。十一个嘛，那我但是我是十个，因为我也可能是念有八个，对吧？这个状况就是自己好像就是点点点点。对。然后我把它划起来。我们两个应该是一样，这上面也是一个区域。对。然后跟群。群主一，那群主一里面只有一个字一，然后我们先找到群主一以后，就下面要重复它，再找一次。是有一个是有哪个是有？不是斜线是什么意思？斜线一，它是一个东西，就是代表第一个群主。对啊，不是啊，可是你第一个群主，第一个群主已经出现一次啦，所以。第二次我们在指称第一个群组，就是两个第一个群组啊，这样你懂了吗？所以在卿卿我我也是一样，对对，就是这个概念，你只要抓到以后，你就一帆风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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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OK， 嗯，这样子 OK 了哈。所以你们要知道啊，重复的二字词找出来了吗？嗯，有。啊，答案是什么？刮胡点点斜线一。啊，很好啊，重复的二字词，有没有人有其他答案的？啊，就是我们就寻找任何两个字啊，那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说 x 不能等于 y 啊，所以 x 也可能等于 y， 我们先做简单的，然后呢就。把这个群组再重复一次啊！好，有没有不同的做法？啊，这不同的啊，现在那个不同的做法这边不行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答案啊，找到任何两个字啊，把它称为一个群组，然后这样还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个群组自己本身再重复一次啊，这样的话就会找到 x y x y。答案是多少啊？十。嗯。那刚刚卿卿我我呢？十四吗？可是有人有 bug，他们两个有 bug。啊，那个 NotePad 加加啊，我们说有时候会有一些 bug。哎，怎么会那个？他们会多一个逗点，所以可能写的时候要更清楚的话，就是要排除掉，或者是他们那个单纯就只是。OK 的吗？啊，就是找 XY， XY 啊，都 OK 的吗？那个青蛙，小助教，赶快巡视一下。感觉 OK 吗？什么感觉 OK？ 要确认，确实的确认。我们做数位人文，为什么要叫数位啊？就是让人文可以更方便的被确认。刚才 OK 啊，那你看一下那个会议。三姐，你 OK 了吗？可以啊，我现在看不懂。因为他多一个逗点。哦，有时候那个，对啊，你多一个空白，多一个逗点，可能就会找不出来。那个一环 OK 吗？加菲。美仪 ，OK， 好，那下一个、哦、又要来了哦，啊，
下一个，寻找两组词，然后这两组词在一个逗点以后是怎么样？是倒过来的，庄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没有说很多啦，有一些啦，懂他的意思吗？那这两组词的条件呢，是每组词里面有一到五个字，比如说知不知。你就可以把它分成知是一组，不知是一组啊。好，寻找两组词 ，OK？ 这两组词呢，在一个逗点以后呢，顺序是倒过来的，就这样啊，表示就是 x y 逗点 y x。好，慢慢解决，不要紧张。第一个，这个。我们来满足第一个条件啊，这个一组词呢要一到五个字，所以 x 应该怎么样表示？x 一到五个字。用中括号。错。错。怎么中括号？一到五个字。看一下图，赶快看一下笔记。是大括号。哦，那个叫大括号。对。中括号是那个重复出现的。重复出现的字它是给予准确的数字。给予准确的数字。OK， 它也可以指定区间。OK， 知道怎么找吗？就找一个词组，这个词组是怎么样？一个字到五个字都可以。好。赶快看看谁最先想出来。回去要你们看维基的表都没有，再给我看。好。从下个礼拜我们要采取军事化的管理，不过下个礼拜放假，对，好，那个大括号里面的数字你可以。如果只给一个数字的话，就代表它就重复那个次数，那你也可以指定一个区间，就一到五，然后一到五的表示方式是在大括号里面后面怎么样用一个逗点逗开，一逗点五，都是半形，我们已经说过了，正则表示式里面的这些指定的东西都是半形，这样有问题吗？这样。可以弄一个词组出来，它是一到五个字吗？那我们说过了，问号的话就是满足最小条件，没有指定的话，它就会跑出就是最大的字数。要半形的逗点哦。来找一下，把那个维基的表叫出来，让你们参考好了。该叹气的应该是我吧，还给我叹气，好，就是说你看就照过来，简单来讲就是怎么样，找到任何字源，然后这个字源呢要重复，可以从一到五 ，OK。这就表示了找到任何字源那这个任何字源呢的长度是怎么样一到五 ，OK， 这样是不是就一个词组？那因为我们要两个词组，所以就怎么样，把第很好把第一个词组挂起来，然后呢，再复制一次，很好，然后我们要具体的找到逗点，所以逗点就怎么样代表它自己就打一个逗点。然后呢，
再来，因为我们这个次序要对调，啊，所以我们就先二，再一，这样 OK 吗？啊，这个就是美妙的地方。你看，我们爱怎么样把它弄，就怎么样把它弄。好，打一下，看看你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找的是全形的逗点，因为我们原来的检索的条件是因为文本里面有逗点，我们就是要一个逗点里面它前面的两个词组的那个对调，就是我们这里真的是要找一个全形的逗点，我们不是要用这个逗点来表示其他的东西，这样了解了吗？嘉慧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字形就是说我们要找的这个模式就是一个逗点在中间，然后前面两个词组，然后后面两个，好，找到几个？五十八，很好。那个桂红帮我们念前面三个吧，看找到什么东西。方可方，很好，你看，所以我们就是说读庄子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协和感。可是你真的要把它指出来很难指出来，可是你看把它变成那个模组化以后，你看一下子它是后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类似数学式的防护它就是简单一点。好，一定要挣扎，一定要奋斗，然后有问题就举手那现在呢再加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两个群组的做过以后就可以做三个群组的三个群组的就是怎么样，也是一样，每一个群组一到五个字，前面的顺序是 XYZ， 逗号以后呢变成 DYX OK， 所以你两个会做了因为它表示式它不是那样表示的，它在正的表示式上面，因为你五到一和一到五是一样的等值啊，可是问题是你等值，因为它正的表示式只有让你表示一到五，它不会让你表示五到五，这样 OK 吗？如果你是写程式的话就可以。它怎么不要一到二的？就是故意增加它的复杂度啊，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庄子里面找到更多的例子。你如果限制二的话，反而可能会找不到。一到五是可以啊。那个只是练习，你当然可以要三，你也可以一啊，你也可以。那只是练习 ，OK？ 那题目而已，练习题目，考试题目。重点是它后面变成过来，就是说我第二个锅变成重点是我的文本那边，然后结果我要是我们第二个锅是啊，受顺顺。再变成第一个锅。你的那个我看一下，你的表示是二。是指。对啊。第二个。对，是啊，它是把顺。大家可以那个，就是说这边看一下这个原来这个就是我说的，你们学会以后就要改变就是说刚才那个两组词的时候被会议就提出来挑战，然后老师找到58荒死荒生荒生荒死这个很漂亮啊，可是下面怎么有受于受顺然后顺受，他说然后后面都还有字，他觉得很不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加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怎么样这两个词呢必须再怎么样是半完整的句子，简单来讲就用白话文来讲就是说对，不是，这个应该是还没讲到，这个就比较困难。这个困难的意思就是说 ，X 前面要有怎么样一个标点符号
然后这个 X 后面要有一个标点符号，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它就变成是怎么样，你找的那两个词组被另外两个标被是被另外两个标点符号交在中间，这个本来是我们 等一下要讲的，可是这是可以做的，这就我说的它功能真的很强大，尤其你要做余滑分析的话太强了，好吧，寻找三组词啊，两组词可以的，三组词应该就可以了。就类似这个，就我说，你把简单的概念不断重复，它就会变复杂。它复杂的话，它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好，这个是把第二个群组重复一次，这个代表就是第二个群组。那第二个群组是这里，所以它代表的是这里。那这个后面的是代表第一群组，然后这个第一群组代表是这里，所以它是方升方死。方式方式 OK， 他找出来的经验，可是那为什么会是二在前面，因为我们故意要找那个，不是为什么，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标的就是那样，我们设定的标的就是说庄子里面有这些好玩的东西，我们用一些看看它是可以变成规则化的 pattern 去理解那我们就说测试性的去找看看有没有，所以这不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找这个东西，我们要找的东西就是它有 AB 然后逗点以后变成 BA， 就是我们在阅读庄子的时候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就去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得出来这样的例子。这样对吗？十个千万十个 OK， 好，十个就是一样，哦，他那个这个有有的是 no pay 加加的 bug 就是他把它用的半形去用，就把一个全形字分成两个半形去分析，那应该大致来讲应该是对的一点你帮助一下你想有一样对啊对就刚刚那样没关系，我们万一那个的话，等一下用示范。好，好，那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就说在庄子里面找到那个重复的三字词那这个重复的三字词中间呢，不超过30个字。所以表示的方式就是 x y z 小写的点点点点点 x y z， 这样 OK 吗？这样清楚吗？那你们知道学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想到更复杂的，就是说 a 词组后面是 b 词组，然后中间怎么样这个不超过30个字，然后 a 再重复一次 ，b 再重复一次，庄子里面有没有？有的。所以你们这样好好的拿这个庄子来练习完以后，你们哇，你就对庄子的境界怎么样？你们就觉得跟别人感觉不一样。可是有个问题，就是他正则表示是他的教学方式，就是以一种他的举例方式，如果说像这样举例的话，反而自己在自学才能比较了解。我刚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教学都是看是。所以就是用例子来说明其实比较好，好，可是也要有概念啊，这个研究所的同学就要慢慢的能够学会这个概念的抽象化比如说六合之内，六合之外，圣人又是这个论而不议，议而不论呢？或是咚咚咚讲没几句，咚咚咚讲没几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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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一个
找出三字词没有问题吧？啊，就任何字源重复三次，啊，把它刮起来，或是怎么样，刮号里面三个点点点，啊，就三个任何字源 ，OK。好，然后再来做第二个部分，就是三十个字之内，这个没有问题吧？有什么问题？忘记了。哦，忘记了。好，那就是给他一个任何字源，然后这个任何字源怎么样，重复一到三十次。啊，可是是在括号外面，啊，因为我们要重复的只有第一个部分的三十次。好，然后在那个后面就怎么样，再重复第一个群组。OK 吗？因为我们是就是等于是把这个 XYZ 当做一个群组。然后，中间和下一个他自己在出现的时候，中间隔不超过三十个字。